针对冲突，我们今天来个新手游，它是有非常传统的削猪的玩法哦，非常的有趣。我这边它玩法教学，其实我们有玩过类似的吧？他说我的英雄被抢走了，怎么这么好笑？怎么很像有印象？啊，这就是胜利攻略教学。就可以领取宝箱。看角色也很多，这就一直攻略下去。那央记的绑定啊。